首度直播拔睫毛，史上最狂妹姐来啦！阿妹张惠妹过年前开直播和粉丝同欢，不仅清唱多首歌曲，比这更疯狂的是，竟然有人提议要拔睫毛，这也让阿妹忍不住爆笑。首度直播拔睫毛，啊，你这样讲，我很想拔哎、欸！首度直播拔睫毛，你觉得还不错吧？我先从。等一下，不是我助理很紧张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啊，我先拔一个啊，因为大家都说首度直播拔睫毛还蛮嗨的。就在粉丝的疯狂起哄下，没拔大家不会睡，高潮来了，拔起来！就这样，妹姐拼了，不顾形象拔下去啦！哎，我从后面开始拔好了。生来高调，风全身人污染。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就会，可能如果说是我的经纪人睡着了，他明天早上一定会骂我的。虽然说会被骂，妹姐手上动作也是没停啦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终于拔完后，粉丝们也纷纷直呼还是好美哦，妹姐根本冻龄，妹姐怎样都美。最后只能说阿妹这疯狂的举动，就问一句，哪位天后也有这样的勇气啊？